在听，仿佛有些遥不可及。女儿一世，哥们一起，我还得继续给力。累了也想一个人静一静。时间流逝，看起来漫不经心。哎，赵总监，我们这就是按照往年的惯例来取这个年终的分红啊，是吧？你现在告诉我们说是账上没钱了，这江董在的时候从来没说过没钱二字啊，我还就说呢，我说这于总怎么那么好心眼儿啊，还带着我们去这个什么旅游啊、消费的，你这不是糊弄我们吗？是不是？你甭，现在咱们于总不是这个全权代表吗？我们还就等他，你赶紧把他叫来吧。哎呀，马总，你说这什么事儿？我们这不是拿着自己的钱在虐自己吗？啊，你眼见着那大盘就3000多点了，我这手都痒痒，你知道吧？谁说不是啊？凭着咱俩跟老姜这么多年的关系，虽说这分红不如理财产品吧，但是总归是得点儿了。凭着老姜给咱俩画这大饼，描绘的这美好的前景，咱也就干和马总在办公室等您呢。哎，我找了一个借口，说我去银行了，你快过去吧。啊，他们等着和您说年终分红的事儿呢。你说你去银行，你怎么不说咱俩一块儿去银行了呢？快点吧，过去。好，去。胆肥了吧？哎呦，哎呦，二位老总，抱歉抱歉。别再吓唬我了，我今天早上做梦，梦见你们俩跟我要账，把我吓醒了。这话说的你也太难听了吧，我们只是来拿我们该分的分红。你拿我们当要饭的吗？这江总才走了几天啊，你就把规矩都给改了。哎，没有没有，那哪敢，我是严格按照江董的指示去办，一点都不敢走样。那就是故意在恶心我们呗。瞧您说的，上次股东会的时候我用策划案的方式向你们汇报过，江总说要启动这两个新项目。那是你们的事儿，这跟分红有什么关系啊？公司启动新项目，股东们又不投资，所以我们只好从自己牙缝里省。省我们的呀？不是，那要不然怎么办？你经过我们同意了吗？啊？你没有金刚钻，你别揽那瓷器活。你说江东把这么大一公司交给你，你干不了，你早说呀！马总，别伤我，确实我没做好，但我其实是被江总推到台面上的，
我完全是按照他的微信一步一步的指引这么推进的。那你就说我们是委屈你了呗，啊？连分红都敢不发呀？江董这十几年的经营声誉全让你给毁了，知道吗？不发，不发，你试试。马总，正好邵阳在，你要是不信，你就问他。马总、吴总，这江董过两天就回来了，你们不用这么着急吧？别扯那闲的蛋的啊！江董什么时候为这事儿让我们操过心啊？老董，确实是我没执行好，都怪我。你这样，再给我一个机会，两天之后我去找您汇报。那两天之后我们来，你别躲着我们啊！你也看到了，这马总脾气不好，咱别闹出别的事儿来。走吧，走啊。到时候我去二位老总府上拜访，啊。于总，要不您还是给江总打一电话吧，只有他能行得住。打什么打？我说多少次了，这事别麻烦江董。江天的事儿、孩子的事儿还不够乱呀？可是公司事儿也是大事儿啊。公司的事能拖，人命关天的事能拖吗？那。公司，你说现在这样子，那你要来干什么？不让你负责项目吗？哦，阶段性的，这不跟您汇报吗？你不用跟我汇报，把细节做好，让凯德里看到一个全新的公司。对了，那这马总、吴总后天你怎么对付呀？拖呗，以拖代变。是，这马总、吴总毕竟难对付。您想啊，他俩都是调动资金的老江湖，他能怎么样我？打我？哼，我才不怕打呢。你跟莹莹抓紧，尽快把项目落实。把东西给我吧，去吧。哎。又怎么了？发什么呆啊？天儿姐，是不是累了呀？休息休息。嗯，还没开始练呢就休息，你还有什么效果？天儿姐这不刚生完宝宝吗？就是因为刚生完孩子。来，我说你要不想要赘肉的话，你就赶紧练。不是，我总觉得吧，我们家里人好像有什么事儿瞒着我。老毛病是不是又犯了？等着，我去给你拿药去。哎，没有，我已经好了。不是，你们说啊，我爸走了那么久，只发微信给我姐，都不跟我联系，你们觉得这正常吗？现在不是非常时期吗？非常时期就得非常对待。你看看啊，现在宝宝身体不好吧，江叔打电话肯定得问宝宝的事儿，那你心里不好受。江叔心里肯定更难受，所以说这样的话，负能量无限的扩大，还不如不打呢。要我说吧，这事儿就怪你。你能给卡特打个电话，你就不能给江叔打个电话呀？卡特跟你联系了？卡特说了，让你把心放在肚子里。江叔也联系上了，说忙完过几天就回来了。难道是我想多了？我抑郁症又犯了。哥，辛苦你了啊！哪里呀、啊，应该的。啊，都算一家人。我是争取一家人，以后当江家的外国女婿。哎呦，江家小公主，说话就在，你还不在？喂，江天儿。喂，江天儿。我让你办的事办了吗？啊，什么事儿？你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啊！我让你联系我爸，看看他有什么需要，好帮他一下。
你居然忘了？天儿啊，是爸爸。爸爸这儿挺好的啊，啊，卡特这小伙子很给力啊，帮了爸爸一大忙啊。爸爸这两天就回来啊，爸爸也想你了。我才不惦记你呢，整天就生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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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在美国跟生意过吧。于总这个磨人的功夫都是从茶道修炼过来的啊。那老姜斜的歪的本事不少，可没你这一套。这茶可能是不排泡吧啊。哎呀，咱们姜总下放了不小权力给你是吧，这旅游会所也都尝过了，是不是接下来还有什么其他节目啊？其他节目就怕你们二位老总没那肥胆儿。哎，不过有一句话得说清楚啊，这茶是我自己掏腰包请你们的，跟公司一毛关系都没有。成，还有点自知之明。我本来是想接着让你们旅游考察一下咱们公司的新项目，没想到，哎，就跟这茶似的，那么多人喝，没几个能品出这茶中的情谊。哎，宰商言商嘛。吴总，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公司新项目启动，资金周转困难，我估计你们今年中期的分红恐怕见不到了。这是德顺的意思吗？这不是谁的意思，公司的实情，我都没好意思打扰江总。这股市窜到3000多点了，眼瞅着这波行情可就要过去了。但凡公司新项目启动，短期内都不会见到利润，但是长期一定是个利好。少来这一套，我马翔可没有那闲工夫在这跟你磨叽啊。如果替二位着想，我可以向你们推荐一位购买你们手中股份的投资人。接着说。只要你们答应，立马就可以变现。但是你们和江董都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等个4-5年，最起码还有情谊在吧？4-5年之后肯定会有利润，放长线钓大鱼。二位老总，我还有点事儿要回公司处理，你们继续品着，啥时候品出茶的滋味随时呼唤我。什么样的非常措施啊？两场官司都输了，根本没有扳回的可能。说你别郁闷，怎么就没可能？对于凯特那肯定没可能，对于咱没条件，咱创造条件。关键是你怎么创造条件啊？叔，我跟你讲件事啊，我有一朋友，有一天呢，他家这孩子去邻居家玩，俩孩子大闹，从楼上摔下来了。其实真没什么大事，就是点皮外伤。我这朋友就想啊，擦点紫药水得了。结果这美国律师在场，介绍了一医生。去了以后包扎的可好了，完事儿这医生就把邻居给起诉了。这医生的确有权利起诉，因为这个是涉嫌虐待儿童。对，还必须得打官司啊，撤诉都撤不了。你猜怎么着？这律师费就占了很大的一块。这律师就是个托儿。聪明。这么说，凯特里的风投公司已经开始启动审核程序了。哎，我们公司有戏啊！这是，
只能说是见到曙光了。我给江总发一微信，让他也高兴高兴。哎哎，先放下。审核启动和审核通过还差着10万8千里呢。你现在告诉他，万一要不成呢？你不给他添堵吗？等什么时候合同签了，章盖上了，你再告诉他也不迟。沈阳高兴，快乐的事情想和江总一起分享。没错，高兴对每个人的意义都不一样。现在对于江总最高兴的事儿，就是他孙子能保住命。啊，对不起，我说漏了。不过没事，你们俩也不是外人，但是不要往外传。江天不是江董的亲生女儿啊。说到哪儿哪儿了啊，不许外传。你想，对一个父亲来说，含辛茹苦的把闺女拉扯大，忽然知道她不是亲生的，这心不得再流血啊？咱们绝对不能往他伤口上撒盐，只有消息确定了，再告诉他，让他高兴起来。刺骨项目，江总很重视，这也是他对咱们公司的一个构想和布局。项目必须要做下来，我想在凯特里审核之前，把这个项目做成一个样本。于总，这好像不太可行吧？你想啊，这个物流疏通和升级是现在这个跨境电商行业发展的痛点，而且要和保税仓、运输、包装、配送部门配合才可以。再加上货物通关环节过程也要梳理清楚，才有可能研发。这个难度太大了，时间太紧了。这个你觉得难度太大了啊？你们是什么人？公司的栋梁，江总最信任的人。我恳请你们二位，我替江总恳请你们二位，把这个项目拿下来。为了工作，都是应该的。是。有需要我们的，您说话。好。另外，财务方面也不能放松。建英，你进来一下。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公司财务总监赵莹莹。哦，你好。四库项目负责人邵阳，你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祝建英，英国伯明翰大学硕士研究生，国际注册会计师。这所大学在世界排名第76位，英国排名第11位。中国著名的科学家李四光是我的学长。嗯，李四光。那个，先坐下。比他大很多届。我想让建英负责和风投公司对接，莹莹负责四库项目的财务。于总，这方面莹莹比较熟悉啊。我当然知道了，她在国际大学毕业，所以和风投公司对接更安全、更可靠。莹莹对这个项目熟，所以做起来更得心应手。要是没什么问题，那今天就这样，尽快交接。以后关于李四光的事，咱就不提了，差太远。上次在机场啊，多亏你出手相救啊，不然呢，我还不知道在那个屋子里面要待多久呢。谁让咱都是中国人啊？他不帮咱们帮谁啊？是吧，江叔？是是是，举手之劳嘛。这是我那朋友啊，房子的所有资料，您看一下。啊，我接到你们的电话。跟我说的那个事儿啊，我就跟我丈夫说了。本来呢，他今天跟我一块儿来的，后来今天有个案子要开庭，来不了了。是这样啊，那个我们那朋友呢，打了2场官司都输了，现在说啊，就是胜利的希望比较渺茫。其实啊，我们就想问问，有没有其他方法。
你们刚刚说的我已经了解了。玻璃方案我们公司的投资部已经通过了。哎呦，太好了！那我们海鲜大酒楼庆贺一下吧。对，我知道一个海鲜酒楼，非常好。先别忙，投资审核是要报批董事会审批的。对了，于总，新公司的方案您过目了？哎，看过了，而且公司股东会一致通过，我们法务会和你们尽快对接。那就好，双管齐下，争取董事会通过之时，就是新公司成立之日。太好了，太好了！哎，凯特总，大螃蟹吃起来啊！吃饭就不用了，我还要赶飞机。好，于总，谢谢你的咖啡。希望我们接下来的合作更加愉快。一定会。于总，内容做好，比什么美味都可口。您说呢？当然。再会。再见。谢谢，谢谢。麦麦宝啊，麦麦宝啊。哎呀，太火了，太火了！拿下 ，OK。不会有问题吧？哎呀，当然不会有问题啊！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就好了。于总，主要是因为你的公司底子好，但是啊，有一点我要提醒你，肥水不能流外人田，千万不能让那两个老股东知道。如果他们知道了，江德顺一定就知道。Hello, Mr. Chang. Your car? Oh yes, you like it? Beautiful. Thank you. Good. Did my picture help you find Miss Low? The picture? The picture? Yeah, yeah, yeah. That I gave you. Yes. Did you see Miss Low? Me too. You saw her? Yeah. Oh, good. Good. So you and Miss Low are together?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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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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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ry. Well, how are you? I'm fine. Oh, good. And you? Oh, not so good. Not fine? No. Why? The neighbors. 那边. Neighbors. 那边. Yes, the neighbors. They're so loud. They party. Oh,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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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party. Bad party. Party? Party.No, no, no, good party. No good party. Why? I want to sleep, and they're so loud. Okay.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Thank you. Thank you. Beautiful. Thank you. I like. Thank you. Thank you.于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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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吩咐一下就行了。哎，坐坐坐坐，还这么大阵势，坐坐坐坐坐。嗨，请于总谈事儿，我必须得符合于总的气质，不是？哎，来来来，喝茶喝茶，您。哎，这环境真好。哎，谢谢谢谢。股份的事儿，于总，懂我。哎，您也知道我跟江总这么多年的交情，公司这几年发展的这么好，这是多亏了你们几个股东鼎力相助。是啊，这几年的公司利润确实是不错。不光这几年，以后会更好。江总那天推介会上不是也说了吗？这个新项目只要一上马，但是可能会有一个稍微漫长一点的回报期。嗯，我们现在期望你们能做的就是跟我们站在一条船上，追加点投资。您说这投资，我跟老吴啊给江总介绍了好几波投资人了。哎呦，人家一听啊觉得特满意，可是江总就不搭理我这茬儿。我真不知道这老江是怎么想的。江总从战略上的布局有时候我也猜不透，再加上他家里边现在这烂糟的事儿，孩子也生病了，
我估计他是没把心思放在这个项目上，理解啊？理解，理解啊，这肯定理解，理解。但话说回来了，如果真要这个办法，你们股份要稀释，你们也剩不了多少。如果说你们按照比例追加投资，那就不一样了。但是有些事我得提前告诉你啊，咱们公司今年中期分红，年底分红，可能就没戏了。这新项目一上马，肯定会有这么一过程。哎，跟股市现在这个红火的情况比，咱们肯定是比不了。你看这两天股市，头寸的，哐哐哐的往上升。是，什么年代了，谁还把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阿东，咱哥俩过得住，我给你捞个实例。我是一发小朋友，发点财，我拿房子，我自己那房子抵押给他，他才同意投资。您说的那投资人？对啊，我跟江总的关系跟你们不一样。我最背的时候，江总挺身而出，帮我渡过难关。他现在遇到坎了，我是死活也得陪着他一直到最后。但是你们就不一样了，在商言商，你们现在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我们都不会怪你，对吧？但是时间不能长，最多两天，你就得给我一答复。两天之后，拿刀架我脖子上，我也拿不出钱来了。好吧，你考虑一下，我还有点事先走。啊，再见。哎，于总，等等等等等等。这吴秀明怎么还不来呀、啊？你说这到了美国以后也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他丈夫不是律师吗？按理来说这应该懂点时间观念呀、啊。这都几点了还不来？这都几点了？真不是人，来晚了，咱来早了。哎，你说你也是，你说你没什么事，你催催催催什么呀？这咖啡厅咖啡不要钱呀？叔，你别着急啊。我跟你讲，有些事儿不是急的事儿，稍安勿躁啊！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哦，哎，你不是不是，正好正好到您坐这儿，时间刚刚好。我丈夫说，你们这场官司啊，要是按照正常程序走，打第三场，输的概率很大，几乎没有赢的可能。这我也想到了，难怪罗美娟打了那么久的官司。非常抱歉啊。今天上午见着罗美娟的邻居，他跟我说啊，一家人经常开 party， 还找我。咱们要是能够找着证据，抓他个现行的话，再一举报 ，OK 的。因为我以前老开 party， 老被举报。对对对，得有证据。不良少年你。嗯。什么呀？怎么？等等啊。老姜，好消息！我那雇主说，他跟那家墨西哥人呢，是同事加老乡。这么巧！我那雇主说了，他失业立马就有工作，那家人失业到现在还没工作呢。说那家人现在就指这个。难怪赖着不走。钱我出啊。江叔，你都到美国了，这点钱还用你出？我告诉你。我在这儿闲的就剩下钱了，多少钱？跟他说，我 pay cash。火了。Who won't love my beautiful RD house？ 我看看啊。Look at the backyard, just beautiful and wow. Our own beach. Wow, that's fabulous. And the theme of our party? Mexicano. Okay, I like it. Yep, that's a pretty killer view. 大卫。That's my lovely wife, Ida. Hi, Ida. I'm Carter. Nice to meet you, Carter. Where is the band? The... Can you tell them to hurry up, Walker? No, that's not the band. The band hasn't started yet. Carter. Yeah, yeah. Wait a minute. You help me call the phone. Christopher, no. Christopher. You called it. You tell me something. I'm sorry. They're on their way. Yeah, you know, because he was supposed to call them, and, you know, obviously he hasn't gotten a hold of them. But, yeah. Okay. That, Hey, Tony. Where are you? You're here? Right, you're here. Come in. You're here?
Welcome. Wow, this is nice. Hey, guys. The party's here. Hey, man. Wow. Boys, okay? Hey. We gonna turn up? I see. You know we're gonna get turned. Okay. Let's go, Ben. Set up over there. All right, hurry up, guys. Hurry up, hurry up.公司注册当天，第一批资金必须到位，已经标注了。去。哎呀，老左，弄好。OK。弄忙弄忙。哎呦，余老板，恭喜恭喜啊！不是你在外边，怎么进来了？我是一兴奋，我忍不住，我就跑进来了。第一批资金到账。 这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哎呦，何止是第一步啊，是关键性的一步哦！郎静，继续。哎呀，能打算干么行不行喽？当然有信心了。哎，合约嘛，一签，资金嘛，一到位，穷的就剩钞票了，数么数得嘞？你少抽筋。<笑>这个好项目啊，就是不怕没有大利润。哎，李总，那两个股东谈妥了吧？吴淡如、马翔这俩在商界里那就是猫。 应该说是缠谋，闻到点腥味就不会放口，所以风投的钱进来之前，千万别走漏风声。晓得。我还给他摆了道龙门阵，看他能不能自投罗网。哥，你总实在是哥，到时候就不知道姜是老的辣还是新的辣喽。<笑>大意不得呀。是啊，是啊。 干嘛呢？这里边怎么跟炸了锅似的呀？服务员，我有事儿。不是，你有？喂，喂！这警察怎么还不来？你打没打电话呀？打了。我看那老太太拨了两次电话。打通了吗？打通了，打通了。一直在说。 Hi, friend. Hey, how are you? This is a great party. Yeah. Hey, 主人来了，说咱这开的倍儿棒啊。We will need to shut it down. Hi. What'd you say? We will need to shut it down. Why? 干嘛呀？马上叫你把音乐关了。警察还没来呢。Okay. Stop, please. Stop. Yeah, we need to stop. Stop. Silence. Stop, man. I'm sorry, my dear friends. Happy moments are always gone too soon. It's time to go now. Oh man, we just getting started. Really? Well, we will see our beautiful faces the next time. ，这百分之十你朋友都吃了，这百分之五至关重要吧？我真的是替武总考虑。说说看，我这字都签了。武总，是这样，您跟江董这么多年一起合作，因为我的能力问题。 管理公司没几天，俩股东就撤伙了，我这心里真的挺难受。
商人逐利嘛，而你情长也成不了大事。您说的太对了，我还想求您一件事儿，能不能您先别跟江董说撤伙这事儿，我怕他一时，等他回来，我找一合适的机会，我们哥俩在一块聊，这样他能舒服一点。就算我求您了，我那钱下午让财务就去办。唐快，你跟江董的事儿你自己处理，我不掺和。谢谢吴总，那我就不做了，告辞。王老师，于总，侬这个把戏耍得漂亮的呀！啊，把这个五马二人拿下，以后就没有任何一个文件可以说明这个公司不是侬的了。本来就是于总的嘛。哎呦，对对对，你看我这个业务岗，真是没有水平。于总，见谅哦。哎呀，行了，兄弟，尘埃落定，论功行赏，签个字吧，不让你白带吃，给你一分鼓励。这呀，于总啊，我看着都眼红，这不白拿。你能不能拿出点英国伯明翰大学的气质来？别什么都跟着争。母公司的财务总监让你当，那么多钱都跟你一个人管，还想怎么样？这回风头能到我们这儿来，多亏了吕宁，功不可没。哪里话哪里话，于总功劳才是最大的。你看，于总把房子和车子全部抵押掉了。我嘛，就是动动嘴皮子，跑跑腿肚子，没有什么了。于总连那房子和车都抵押了，要是钱够的话，就不用再找地下钱庄借了。那万一有点闪失，您以后住哪儿啊？再说这上市可不是说上就能上的。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不光江德顺有魄力，我一样可以破釜沉舟。嘿，哎，你跟那儿呢？傻呀，我拍的。你这等会儿有自拍。哎，你说，我那造型是不是特好？哎，你看啊，必须的。这儿正好有邻居啊，这个完全可以证明在扰民啊，而且咱们也有报警记录。如果咱们再能找一下邻居要个证词的话，没问题啊，走法律程序没问题。赶紧把这视频发给季律师。行，还有你录的那个，你有没有？我没有，喝大了。你给那律师发一微信，你问问他，你说能不能快点？哎，用钱说话，找我，陪看师。这儿好吗？快。你怎么还没走？房子还没给你要回来，我能走吗？哼，够仗义的呀！你来纽约就是给我要房子的。签字吧。我有律师。放心吧，免费的。哼，免费的。我花那么多钱都没要回房子，你免费的？三天之内，我保证把房子给你要回来。
种下的花，阳光下长大。你常看的那些书，填满我的书架。冬天来临，窗台上散落的雪花，点缀着温馨的家，心快被融化。多少天，多少年，多少路，才能够让幸福杯茶在为你等啊，一天天，一年年，两个人一辈子撑起一个暖暖的家。牵手看夕阳落下，拥抱着晚霞，感谢有你陪着我，撑起了这